看寄生下面一首，第四首，若于佛即法，其心了平等，二念不现前，当见难思维也。这首偈是赞颂佛法等观啊，我们看清凉大师的注解。次激佛法等观，了同体故，二念不生，一业不成，得难思果。注解虽然不多，意思很清楚。若于佛即法，佛跟法的意思一定要清楚，要明了。佛是能觉，法是所觉，佛这个字是从古印度梵文音译过来的，在中国把它翻成觉，或者翻成觉者，这个觉者用现在的话来说呢，就是觉悟的人，称他作佛。觉悟之所依呀，是智慧，所以佛里头有智的意思，智是觉之体。觉呢是智之用，智跟觉是分不开的。那我们用前面的意思来讲呢，就容易懂。智就是不动智，觉呢就是文殊妙慧。文殊妙慧是不动智佛的起用啊，从体起用啊。知觉的对象就叫做法，那这个法的含义就太广太广。宇宙之间啊，这个佛法就常说虚空法界，刹土众生，一切因果，这全部包括了啊，可以说一个都不漏了啊。这里头一切的一切，用一个总的代名词就称之为法啊。所以我们一般常常听人讲啊，佛法无边呢啊，诸位想想，法没有边啊。佛是什么呢？智慧觉了诸法啊，所觉没有边际，能觉也没有边际。能所是一，不是二，同
同体，了同体故，这句话非常重要。提示什么呢？提示自心。出现品里面，佛给我们讲，唯心所现，心是体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佛在经上说，一切因果，世界微尘，因心成体。所以我们常讲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刹土众生是一个生命共同体。很可惜，许许多多众生迷而不觉，于是以他这个迷惑颠倒这个身相，以这个东西为自体，以这个东西为重心，除这个之外，其他都不是自己啊，掠夺其他的来为自己受用，这就造无量无边罪业啊！自己能不能得到受用呢？不能，不但不能得受用啊，反而害了自己，害自己啊，堕三途啊，堕地狱啊！啊，这都是不了解事实真相啊，造成的严重后果。啊，在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眼目当中，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经上所说的可怜悯者，迷惑颠倒，胡作妄为啊，这苦报现前是自作自受啊，自己变现的啊。这个事情呢，这个事情就是因果啊。所以讲诸法实相呢，总的来说不外乎性相理事因果六个字，通通说清楚了。这六个字你都能够通达明了，你就叫你就是佛啊。这六个字完全迷惑了，完全不晓得，这就叫凡夫。所以凡夫跟佛差别在哪呢？差别只有迷悟啊，除迷悟之外一丝毫差别都没有啊。阿鼻地狱里面的现象，佛眼睛看着说，一真法界被他扭曲了，那变成那个相了啊，变成那个相呢，是你自己变的相，你自己在受用，
就如同做梦一样，你在梦中啊，这个受苦受难啊，睡在你旁边的人并不知道，他没有见到，不是他的境界。过人是过人的境界，这才是事实真相啊。啊，虽然佛讲的时候有共业，共业还是个人跟个人的业。啊，比如说两盏灯，啊，这一盏灯不是这一盏灯，是两盏灯。这两盏灯是别业，啊，个别的。可是这两盏灯放了光了。这个光照那个光，那个光照这个光，光光互照，这是共业。啊，你都要看想清楚，观察清楚，共业里头不是我们两个真的有什么共同，有相似的。为什么呢？我这个灯熄掉了，这个光马上收回来了，哎，没有妨害你，你也没有妨害我。共同受苦难，还是个别？你有这个受难灾难的罪，我也有这个受灾难的罪。实在受呢，受还是个人是个人的。就好像你这个房间里头有十几盏灯，光光互照。啊，这个光的时候，所有灯光都融合在一起，啊，依旧是个别的，关一个这个灯。灯光收回去了，没有了，关那个，那个灯光收回去了，没有混杂了，啊，混合不杂。你从这个现象里面去观察，宇宙之间所有一切众生纵然造作共业，就像光光互照，它还是不杂。哎，这个基督教里面讲上帝最后的审判啊，还是一点都不会错。同而不杂那么这个地方了同体故，知觉之体是自信，啊，自信的万法之体也是自信。净宗法门常讲啊，自信弥陀，唯心净土啊。啊，自心弥陀是讲的佛，唯心净土是讲的法。心性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这是文学里头所说的，希望这个言语文字要美优美，避免雷同。啊，自性弥陀，自性净土，啊，这两个都是自性，就雷同了嘛，就换个名称。唯心净土啊，唯心弥陀啊，所以心性是一个意思。啊，由是由此可知啊，能觉能知，我们现在每个人
都能觉都能知啊，啊，能见能闻能觉能知啊，这是什么呢？佛性啊。我们六根对外面的境界，眼对色，耳对声，鼻对香，舌对味，身对俗，意对知，色声香味触法，这个六尘，六尘叫做法了。见闻觉知，这体是自性，色相身为诸法，它的体也是自性。所以离开自性之外，没有一法可得。清凉大师在这一首偈课题上讲佛法等观，等是平等，啊，这个等观就是不二，就是一如，佛法不二，佛法一如。佛法不是别的，佛法是自己啊！啊，自己心性识别。人要能契入这个境界，这个世间什么样的灾难都没有，什么样的矛盾也没有了，啊，什么样的错误啊也没有了。所以，你只要知见证了，你认识清楚了，你的性德不要人教，自自然然流露。啊，你对于年老的人，这是缘嘛？啊，看到老人，啊，这个缘现前，缘就是感，你自自然然就会应，你的应是什么呢？孝顺，不是学来的，不是有人提醒你。你那个孝顺的心行呢，自然就流露出来，哎，就对着他，他有感，你就有应，一丝毫勉强都没有。啊，你见到善知识，尊敬的心自然就流露出来了，于天地万物。谦和的心自然流露出来，通通是信德了。
恩爱，关怀，照顾，仁义和平，这一些美德都不是教的，你自信里头本来有的，今天你迷失了自信，不知道事实真相，这全迷了，迷了之后啊，这个信德通通不见了啊，把信德变成了妄想，变成了烦恼，烦恼熏习久了就变成习气，很不容易回头啊。现在啊，这个地球上这些众生造作极重的罪业啊，自自然然感到灾难了，末日不是神制定的、决定的，不是啊。与佛菩萨也都不相干呐、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，就时变，为时所变啊，确确实实自作自受。啊，觉悟的人看在眼里面，同情啊，看看能不能满足啊，都在缘分，什么条件之下能帮助呢？讲了你能听，能听得进去，你能听得懂，你能相信，语言成熟，还是有缘。如果你给他讲了不相信，他不能接受，没人听，语言不成熟啊，语言不成熟，诸佛菩萨啊暂时离开，或者说他没离开，暂时不动。如如不动啊，如如不动是正确的。为什么呢？他不落戒机啊，一动啊就落了戒机了，就迷了。他如如不动，他永远不迷啊。他在那里等待机缘啊，我这个话是这么说了，如果有等待这个念头，他已经动心了，他已经是凡夫了啊，他不是法身菩萨了，法身菩萨没这个念头，众生没有感，哎，他就没有应，等到什么时候众生有感呢？哎，他马上就应了，这才是真话啊，所以缘成熟了，它的作用又显现了。所以，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，乃至于诸大罗汉，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一步，
都在我们的身边呢、啊，只是我们没有感呢、啊，它就没有应了、啊。啊，我们今天感是什么？我们感都是恶念，都是自私。啊，那么这种念头的时候，起来的时候，什么人来应呢？妖魔鬼怪来应，因为你跟他同号。啊，你有自私自利，他也有自私自利。你起心动念的时候损人害己，他也是这样的。你跟他志同道合。啊，他有贪，这个贪婪、嗔恚、嫉妒。啊，妄语两舌，造谣生事。这些妖魔鬼怪也是这样的，所以你一动这个，他们统统来了。啊，早年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。下牢往生的时候，曾经告诉他们这些学生，啊，这个世界混乱，啊，在什么时候呢？在猴年，啊，上一个猴年，壬申，到底下这个猴年，甲申，甲申是明年。这十二年当中啊，世间大乱呐、啊，众生很苦啊。魔王当道啊，佛菩萨也要退避三分，啊，就好像这是中国人讲走运呢、啊。这个十二年当中是魔走运，啊，那他就说了，猴年过后啊，他们的运好运走完了。啊，这些妖魔鬼怪都会离开这个世界。黄老居士告诉我这个话，我就想了，妖魔鬼怪离开这个世界怎么立法呢？啊，一个他觉悟了，他回头了，大乘法里头没有降魔。为什么呢？迷了是魔，觉悟了就是佛。是不是这些人觉悟了，回头是岸了？这是一个可能。另外一种呢，就是他始终不觉悟，那大概就是一个灾难来了。这些人被上天收回去了。那这个就很像啊，基督教里面讲的末日审判啊，耶稣基督又来了，要来审判世人了，这些人通通都被他收去了。那就是这两种可能呢、啊、我们希望是第一种。啊，希望这些人在这样大的这个灾难痛苦当中觉悟过来。
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，放下贪嗔痴慢，真正发心向圣贤人学习，那么灾难自然就化解了啊！为什么呢？佛家嘛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嘛。现在这个一念恶转变成一念善，这就行了。性相离是因果，我们单单谈因果，江本胜博士做的这个实验很值得我们反省，值得我们警觉啊！那就是他在日本琵琶湖啊，琵琶湖很大啊，在一个小的这个岸边啊，这个小的岸边呢，水很肮脏，气味很难闻，啊，他们召集了几十个人，有一位法师领导，在这个湖边住院，啊，大家同声多念一句话。湖水干净了，啊，湖水干净了，我们非常喜欢你。用这样的话，啊，几十个人同声，同时发愿，哎，湖水干净了。那么这样的这个会议啊，小发挥啊，做了一个小时。三天之后，再到这里去看呢，湖水果然干净了。啊，从上面能看到底，湖水平静，像一面镜子，非常之美。啊，所以他说，如果我们这个世界上人真正有一些觉悟的人，我们在同一个时间祈求世界和平了啊，世界和平了，一定会产生这个效果。啊，那么这个是什么个道理呢？就是此地讲的，能觉所觉，同体故啊！啊，佛法同体。啊，你看看，我们住院，啊，我们希望它干净。希望它美好。希望他和平，希望永远没有冲突，这是佛啊，这是觉，是观啊。我们对这个世界上一切人事物，一切人事物是法了。既然是同体，
哪有没有感应的道理呢？啊，所以你越是有修行，啊，有修行是你越是有真诚，啊，不是口头上说说，口头上说说也有效果，那个效果时间不长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它随着你心变。哎，你自私自利念头起来了，他又恢复肮脏，他又不干净了。所以，我们自己能够永远保持心地纯净纯善，那个力量大了。啊，纯净纯善之人。孝敬慈悲之人，具足重德之人，他走到什么地方就加持什么地方，这一定道理吗？那他能发心，诸佛菩萨也跟他相应啊，这就得诸佛菩萨加持，那他的这个力量就更大了。啊，能与诸法起共鸣的作用。啊，这个原理就是同体。啊，我们知道发心。本来具足见闻觉知，本来具足色声香味，啊，这叫性德了。这种德能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遍法界虚空界。啊，这个一切万法缘聚缘散，而自信的德能不会随缘聚缘散。啊，缘聚的时候它存在，缘散它还存在，与聚散不相干呐，永恒的存在呀。这个道理我们在这部经学习，这部经啊学到此地已经相当清楚相当明了了。这两句就是说我们对于遍法界虚空界啊，一切诸法能觉所觉，心是平等的，平等就不动，摇动就不平等啊。诸佛如来化身菩萨，他们的心是永远不会摇动的，也就是永远不会起心动念，永远没有分别之处。二念不现前呐，啊，二念是二念，就是起心动念。一念不起心不动念，起心动念是二念了。啊，妄想分别执着不会现前。清凉说得好啊，二念起生，一业不存。
一念是对二念说的，二念没有了，一念也不能存在呀。啊，有一，一的对面是二啊。所以大乘教里面讲啊，两边不立了，啊，两边是什么？一是一念，一是二念，两边不立，两面都没有了。哎，有没有中道？中道也没有啊。有两面才有中道啊，两面没有哪来的中道？这才是事实真相。二乘人执着空有两边啊，大乘人离开两边了，有中道啊，大乘讲中道啊。上上乘人中道也没有了，哪来的中道啊？啊，这才是真正的本来无一物。你看大乘有个中道啊，二乘有两边，都没有真正彻底了解诸法实相啊，真正了解是上上乘人、法身菩萨，他们了解同体里面就没有对立啊，这是我常常说的，两边是对立，中道跟两边还是对立，对立没有了，中道也没有了啊，对立没有了，宇宙浑然一体啊。自信里面的智慧德能相好圆满的现前啊，你所得到的是究竟圆满的受用。这个里头利苦得乐，苦乐通通都没有。那为什么呢？苦乐是对立的，是两边啊，苦乐都没有才叫真乐啊，苦乐都没有，还有一个念头在呀，苦乐都没有，这个念头也不存在所以这个境界就是言语道断，心行出灭啊，所以大乘经上有四个字是妙绝了，叫不可思议啊，四是想啊，不可思就是不可以起心动念，不可以分别执着啊，不可意识决定说不出，教中所谓呀，开口便错，动念皆怪。可是佛菩萨慈悲，不能动念，哎，还动念；不能开口，还是开口。这里头有秘意，这个秘不是秘密，深密，太深了啊，义理太深了，凡夫没法子理解啊，所以称个密意啊。密意是什么呢？无说而说，说而无说口业，深业呢，坐而无坐，
无作而作，意业呢无念而念，念而无念，这是密意呀。有念有说有作是什么呢？是恒顺众生，无念无说无作是自己如如不动，真的自住不动之佛啊，他自分上不动啊，他有体有用啊，起作用呢，作用是应化文殊妙智啊，妙智里头啊，有说有思有作，但是你一定要晓得他的思跟无思相应，他的说跟无说相应，他的做跟无做相应，这是我们凡夫没有法子想象的，你怎么想也想不到的啊！所以在他呢一点过失都没有啊！他也跟你说真话，他有没有来实现？没有。他有没有跟你说法？没有啊，你要说佛说了一句话了，你谤佛无说，说了49年无作，表演了49年。我们凡夫确实没有法子体会到这个意思，果然有一天你能够体会到了，那恭喜你，你入境界了。你不入这个境界，你怎么样都体会不到。啊，你看你看不出来，你听你也听不懂。啊，你所看到的、听到的，你理解的潜意、很浅显、表面上的意思。深意、精意，你没办法体会到。啊，什么时候你能体会到？你的心，因一分清净，也就是妄想分别执着，你放下一分，你能体会一分；你放下两分，你能体会两分；你放下十分，你就能体会十分。这叫功夫啊！啊，所以说众生根性有利有钝啊。什么叫利根呢？对于一切人事物分别执着淡，看得很淡，哦，这个人利根利，他聪明啊，他见色闻声领悟的比较深。如果习气很重啊，这个分别执着很严重，什么都计较，什么都不放松啊，那么他见色闻声领悟啊就很浅。障碍不在外面，障碍在自心，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经上讲的二念，这个二念就是相对的。这是我自己，那是他，自他二念。
再跟你讲法上呢，真妄二念，邪正二念，是非二念，利害二念，你只要起念都是二念。二念不现前呢，就是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了。那立了二念就是一念呢，一念这个念头都不能有，你有一念，一念的对面是二念，一意不存呐。这个时候你才真正切入境界，所以你得的是难思果，这个果是无上菩提啊！无上菩提对凡夫、对妄想分别人讲的，对他自分上的时候，他念无上菩提的念头有没有？他如果觉得我证了无上菩提了，你们想想看，他是凡夫，为什么呢？我相没离啊，那他执着一个我啊，我执在啊，我证的无上菩提了，无上菩提是法了，那法执也在啊，我执法执都在，他是道道地地的凡夫。《金刚经》上说的好啊，虚陀环啊，我们说这是小乘出国证得虚陀环，而虚陀环自己没有这个念头，自己决定没有说我已经证得虚陀环果了，没有啊。他要是说啊我证得虚陀环果了，他是假的，为什么呢？他思想没破，他法执没破。我证得阿罗汉果了，那是假的，二执存在，二执又存呢。这是我们在金刚经上得到的讯息啊。这是佛法里头最低的戒位啊，刚刚入门呢。刚刚入门，你看他就与性德相应啊。我们修净土的一般人讲啊，清净心现前呢、这是我们要明白的，要细心体会的。所以这个事情不能研究啊，研究怎么落在心意识里头。怎么研究也研究不出来，也无法明了啊。所以这桩事情啊，古人讲得很好啊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出灭啊。在这个境界里头才得难思维啊，这个难思维究竟的是佛，而我们把这个意思展开来扩大来讲啊，像金刚经上讲的虚陀环，像我们这个经上讲的初性位的菩萨，就是难思果了，没有办法想象啊。这个凡人怎么想都想不通，凡人用心一时啊，他开始练习不用心意识了啊，凡夫都有妄想分别执着，他已经开始知道不用妄想分别执着啊。虽然他不用，他不干不净啊，不用里头还夹杂着有
啊，不纯呢，这个是一定的道理。一潭浑水，你要把它净化，不是一下子的，它是慢慢的啊，所以它要经过摄心、摄住、摄行、摄回向、摄地，到摄地，那可以，那能说纯净了啊，纯净纯善了。下面纯净纯善里头还有夹杂啊，这是我们一定要懂，是我们自己修行必经的道路啊，必经的历程。现在时间到了。